这人呀，要有自知之明，你也不看自己什么条件。我跟他的已经订婚了。订婚了咋了？不当然出来勾引男人？这样的女人你养不起。先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商量商量，现在怎么办？还商量什么呀？直接冲进去捉奸呀！冲进去，不行吧？那个云南，咱们不知道他什么来路，纯粹是咱们好哥们儿，你就冲进去，也太不给他面子了吧？那你说怎么办呀？温文尔雅的给陈翠打一电话，陈翠，你是跟云南在一起吗？我们在门口，您能开下门吗？我看冲进去可以。你冲啊？哦，我冲嘛。你们去敲门，我冲。冲进去我就挨大哥解释清楚就行了。我看行，咱就应该理直气壮的进去，干嘛呀？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。要不，你们进去吧，我就在车里边等就行了。哎，我评你好几次了啊，老在关键时候掉链子。走，一起去。对，要去一起去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找你啊。哎，那女的呢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云南他那个未婚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哎，不是，哎，是什么人？女的啊？干什么人来啊？快跑！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呀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让！云南，你，没事，我干，我干，走。我来接你回去。姐们儿，谢了。啊！这是打我们的吗？快拿给我！快拿给我！大哥，你就在这儿好好想想，你到底需要什么？哎呀，瞧瞧，这段时间出去折腾的，头发也开叉了，皮肤也没那么好了，真可怜呢。赵林，别这么对我好吗？明天我安排你去做个 SPA， 早点休息，啊，别害怕，我安排了人给你站岗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不是，你刚才什么意思？这事儿你们不管是吧？同志，您冷静一下。不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人都给绑走了，我怎么冷静啊？你听我说，这件事儿我们肯定要查，但是需要线索。现在你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要抓他。还有你说的他的那个男朋友，和他说的他的男朋友根本就对不上。你说是不是得给我们点时间去查？现在有价值的线索就是云南的男朋友的电话号码和那辆车，我们已经布控了。有消息我会通知你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你再好好想想，还有什么其他有用的线索能够提供给我们？怎么了？
云南叫人给绑了。不是那个云南你是最先认识的，你跟警察同志说一说这个，就你知道云南所有的一切，你都讲给警察同志说，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行，老孙赶紧的吧，把你们点破事说说吧。闭嘴，有事你回家说去啊。凭什么呀？有事咱当警察面说。你有病吧？哎呀，别吵了，这公共场所干嘛呢？这一点素质。老板，你赶紧把几个奶奶先送走。你跟警察讲。你赶紧给他弄走。你先回一下领导。不是你讲。哎，警察官你好，我叫张扬，我是陈醉。不是你别介绍你自己，讲云南的事儿。急嘛，这警察同志比你急。从头讲啊，我讲什么呢？云南啊，云南呢是这样，他原来呢是住我们小区啊，住我楼上邻居。不是你这警察都知道，你别讲，你讲云南的。你还让我讲什么？那我不，你不好讲云南讲。就是的嘛，还是得说嘛，你说清楚了，警察才好办案的嘛。老陈，你别急，哎呀，能找着人的。哎，我说哪儿了，警察同志？住你们家楼上。啊，对，住楼上呢。他有一天呢，他们家这个水龙头坏了，后来他特着急漏水，然后呢怕淹着楼底下，就来找我帮忙，我就上楼给他帮忙。后来出现什么一意外情况，我跟你说啊，哎呦，这一句话两句话还说不明白。这么着，警察，你上网查，你查那个钢管哥，就跳钢管舞那钢管哥，一查就能查出来。哎，那段特火，那转发都转发了七万多条了。走，你走。不是，闹跳钢管，走那个钢管。我腿。这让我怎么说你们呀？你们办这事儿，你们动动脑子行不行啊？哎呦，这真是的。你少在这讲大道理。谁让你们几个人最近鬼鬼祟祟的？有些事儿我们必须得弄清楚。对呀，我们是怕陈醉被狐狸精给迷惑了，是来拯救他的。谁都可以说话，就你应该少吱声。这就是你一大早蔫了吧唧出门干的大事儿。干嘛不之前跟我通过气儿？啊，我凭什么跟你通气儿啊？跟你通完气了以后，能被我们抓个正着吗？是，人事都抓走了，但你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呢？把我都打成这样了。能对一女孩怎么样啊？我们又没想到会这样。哎，说不定啊，这就是他自己设的局。你看，现在钱骗完了吧，人也跑了吧。哎，对，丽丽，你不能随便给人扣帽子，凡事得讲证据，知道吗？讲什么证据啊？那天在医院，要不是我们自己耽误了战绩，早就有证据了。你这时候提医院干什么呀？这跟医院有什么关系？有完没完？走人，都走。都不走是吧？我走。哎呦，老陈，你冷静点儿啊！啊，哎呦，你慢点。哎呀，老陈，老陈，陈醉。怎么说你们好，